兽重生榜》共计三组唱作人被唤醒，他们分别是优酷的《猛兽重生榜》第一名孟慧圆。我对孟慧圆蛮有信心，他的作品其实一直都非常棒，非常好听。我看了你好久，怕你会在哪条路上。他一直用一种很真诚的方式在创作，选择的音符都非常优美。看你终于笑了，明媚双眸。我不想你这么孤独，快让我清楚是什么种子。排名第三的孟慧圆，非常遗憾止步总决赛。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他也能够回来，恭喜重返我们的舞台，很开心，谢谢你们又让我从头到尾。